今天很开心可以介绍 VR Lab 给大家。那这个 VR Lab 的开幕呢，就是在上海的 K11 的23楼。啊，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进来体验一下你的体能跟你的健康，就是健康体验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好的设备，然后准备给大家一起去玩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运动，因为没有运动的话，身体不会去循环的，这个 circulation 就没有，你没有流汗就代表就是你的体能跟体格可能会比较差一点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进来 VR 体验一下你自己的体验，像我已经喘不过气了。但是我觉得你只要运动完，你身材就会觉得很舒服，然后整个精神就会发亮，比较清楚一点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运动，去跑步，或者是来 VR